各位嘉賓、各位觀眾，禮屋息後又開始我哋下半場節目。喺呢度咧，我要介紹今晚嘅樂詞，為我哋落嚟拍和嘅音樂師傅。今晚嘅音樂領導黃志亮師傅，亮哥；激昂領導胡天華師傅，仲要特別介紹一位楊琴名家廖松江師傅。亦都要多再多謝一次，我哋今晚有個客席嘅激昂領導陳卓榮師傅。好啦，一連串多謝之後咧，介紹以下呢一曲係《花蕊夫人之劫後苗容》。嗱，講到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北方，為咗進一步統一全國，於是揮兵遷西蜀，滅南唐。當蜀兵大舉入蜀，蜀主孟昶不戰而降，花蕊夫人亦都要忍辱侍奉宋太祖。但花蕊夫人念念不忘昔日蜀主之情，得知佢出家為僧。今次呢，他奏明主上，以借拜佛為名，到寺院尋找孟昶。為我們演唱這一曲，我們有請楊海帆老師，同他合唱的是郭碧紅小姐，有請兩位。手
禅房念经和念咒，
国殿，尚未见主上踪影，何不待哀家转过偏殿一看啊？主上，原来真系你啊！你，阿弥陀佛。主上啊，抱怨却忍受，含泪。
生受，你位置不够受，又将几断几断往日余情，大恨更添愁。伤会闪火，痴心已抛，已抛世俗情，共爱将观音法力扣。人还梦还全俗世，禅机难。何苦情望身自愁，出家之人已修得无色无相，何因属国一君王，今日遮掩残此旧，孤寂生涯何堪生受，色空能堪破，当知人生是否有，四大皆空，浮生是梦。朝后生，可怜云山是风流，切非为了画下真容，悬挂深宫，焚香礼拜。哎，若还宋帝问起，只怕你有口难辩啊。切非为说是宋子张先，宋帝定然相信噶。出家人不打妄语，阿弥陀佛。望至落得焚起秋风，何必以张先之名？谁世后啊？古字荒凉，并无功不华志，凉凉不舍也。就以上缘不默，为属主妙用便是。血泪和龙脉，吐不舍轻
香味觉
让闭关善心似运你走。叶一叶喷花似运你山中，靠善关闭善关，已了尘缘不会再回头。生花不下半或半幽，玉带重抱似奴似卫，华影善纵看世间众生世人游，元素之全。未用心头，功不得过言清妙手，一派仙山林下乐悠悠，衣带飘风飞五楼，只愧寒家受影信心愁，何故不得赤此随身后？许将先身后有赤此相随啊！这赤此功，萧素曾是赤此一头。中宿。